财富咯，以及兄弟平安无事咯。因的面相奈无甚物好，好因，伊红炉点出的饥寒穷尽，但以及兄上世欲在当午，必尽灭尽毁，终身成为活死人。以受良缘的性命决定，就恁自己能决定。我死人的状态，这对一名武者来说，以死人无迷路。但比较起来，我不能改朝的位，马上就要还死当场了。性命宝贵，以其行你当当大剑手，可不能惊死唔救我。我马上入去西城区准备改销，你等我。哎，会记哩，唔通走哦。性命宝贵。红炉点出是我自己的命，我怎能法律以其行为我受罪？地富有地，请在偏向我天下无双的地界，不需要等我十八年。幸福，幸福在您回来之前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人生很得及时，用这样感受生命上天来教的感觉。好，休息。对不起，轻易来不及跟伊讲一声。抱歉。一兄弟，不怀意义，不敬有义，就是生一世动容一刻，战功一瞬间，超脱了无常的掌控与无情，随即，以及行偏偏杀戮战袖，手足的高高在上，终是回归平庸。以及行将勇无悔，因为眼前这一幕，得的了。